对，我的视角就是我的视角。对，那我对屁股有兴趣，这个感觉就对了。我们的拍摄时间已经经过了一个小时，一个小时。那我们来到最终一站 CCD 啊，它今年有展出了就是新的避震器，对不对？来 CRS-C03X 正要断配，来，我们看这些。欸，这像水龙头钥匙。我们一直不见那个，见你那个不见十几个。来，这一支是他们今年度出的，基本上所有热门车种的长度都有320、330、340、360。然后它现双枪车种啊，然后它做了一些是做 CNC 啊，一些做锻造的，它质感上的提升。所以有兴趣的车友都可以去跟他们询问一下。它主要做了四种颜色，银红，对，黑红，这适合你。金银，银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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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全黑，这其实我觉得人是这样，不要装懂，对，因为他们会觉得你是弱者，他就无止境告诉你他车是怎么弄的，对，这就是我们生存最厉害的地方，求知欲。现在是什么状况？现在是什么状况？我在做好我的视角啊，你看我的视角在哪里？对，我的视角就是我的视角。那我对屁股有兴趣，这感觉就对了。我看到 Toyota GR-Yaris 出了自拍版本，就是看什么时候可以订，然后我们就去订车。对，然后我就会有四台 Toyota。 你知道为什么是四台吗？为什么？还有他妈一台珀瑞斯。早安，我看你也这么吃得开哦。这我谁占地之好哎？我带了新衣服啦，现场要卖掉，竟然有人要买你原味的。你没想到你有一天可以卖原味。哎，谁要原味的？你要原味的？穿一次而已，而且喜欢站，真的站。我妈也就会笑，我上次怎么出门回来，然后衣服不见了，卖掉了。